呢三十幾平方米嘅呢度啊，住宿只為度量衡，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。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幕后而观。幕后而观这四个字是出自司马迁的《史记·汉语本纪》：人或说汉王曰：“关中左山何四塞，地肥饶可都以罢。”汉王见秦宫皆已烧残破，又心懷私欲東歸，若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袖夜行，誰知之者？說者曰：人言楚人幕後而觀矣。果然，漢王聞之，烹說者。這個歷史故事是說什麼呢？就是說秦朝末年，領導諸侯起而抗秦的漢羽勇敢善戰，好快咧就將秦國嘅軍隊打敗咗，後來佢親自帶兵就進入咸陽，將已經投降嘅秦王子婴殺咗，又將秦國嘅皇宮放火燒咗，燒咗三個月，火都未熄曬，亦都搜刮掳掠呢個大量嘅秦國財寶同埋婦女，準備東歸彭城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就跟他献计，就说关中的地势险要，土地肥沃，可以建都成霸业。那汉羽就看到个宫殿就已经烧毁残破，他心中就怀念故乡，于是就说一个人发达富贵了又不回去家乡，就好像锦衣夜行，那又哪个知道他富贵呢？那个献计的人呢就出去批评这个汉羽，他說不怪得人家說楚國的人只是大帽的馬騮，真是一點都沒有錯。這句說話被漢羽知道之後呢，知道這個人在背後讥笑他，於是就將這個人捉了，就活活將他在油鍋裡面處熟了。幕後即是離後，幕後而觀呢就是指離後性急躁，不能夠好像人一樣狗著官大，後來就用嚟讥笑嗰啲徒具兒表，沒有內涵、淺薄無知、品格低下嘅人，亦都可以比喻徒具衣冠而毫無人性嘅人，即係衣冠禽獸。嗱，呢個常用嘅成語咧，有時又會用嚟諷刺嗰啲投靠惡勢力、竊據權位嘅人。幕後而觀，亦作幕後而觀、幕後觀面或者幕後衣冠。香港主權移交21年來，有權有勢的人位居要津，多數都是屬於幕後而觀之輩。這些無才無德的人位居要津，而且倒行逆施，禍港殃民，令到香港不斷向下沉淪。就好像最近港鐵沙中線爆發骨牌式的安全危機，紅磡站剪筋醜聞未了，土瓜灣站就被揭削薄這個鋼筋牆，會展站又被踢爆小放工字鐵，隨時有長塌人亡之危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沙中線是香港首條的千億鐵路，不但工程延誤超支，在即將落成之際又接二連三被揭發豆腐渣工程的醜聞，特區政府和港鐵就互相推卸責任。幕後而觀
即是衣冠禽兽的运房局长陈帆，年薪过千万港元的港铁行政总裁梁国权两个人涉居权位，不需挂冠，继续发财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